我爱的人是七年的。既然爱，做而言不如起而行。我行什么？你动房了？来，现在是21世纪，男女关系不像你们年代。我知道不像我们那个年代，我知道。大不了就先对你负责嘛。这就像我的梦想中的生活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心爱的老婆帮我打领带。